回海原镇看看、啊、哦，有剧情啊。乘上最后一颗水晶吧，交不出来，又失败了。魔导船，龙口诞生之物。要飞回地面上，集齐水晶之前，千万不要靠近巴别塔。过劳，补点东西好了。
错方向。再回去找国王看看，也没有说要干嘛，只是把船修好而已。前往密西迪亚吧，是没有告诉我怎么去啊。熔岩上面飞行，封印洞窟附近有一片名为特美拉大陆。到处找一找，哪里有到地面上的东西？是这个洞吗？真的直接蹦出来了。这样可以，地上地下的可以通行无阻。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支线可以跑。真是的，我拥有这么多艘船。把它停下来，然后做这一艘，把这个气体，还是刚那一艘就可以拉，应该是。这个洞要从气过去，根本就是飞空艇收藏家。
所以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去找太空船飞向月球。主线任务。Thank you.
哦，超时，你在玩超时控制药、啊？那个蛮好玩说，我也很想赶快来玩。二代有汉化，这个人在裸裸蛇，嘿，这个任务就是要一直叫他回家。Safe， 要存档哦。可不是等一下要打 boss。哇，我去存个档，等一下又要重玩。这里会有什么东西要打？
会是之前遇到那个国王吧？这个路线我还记得。哦，原来他是奥丁。奥丁出现啦！哇，伤害也太高了吧。加狂暴，打赢了。看来狂暴状态还蛮有用。算是最强召唤兽吗？
应该是巴哈姆特吧，这一定有巴哈姆特。巴姆特总是都在最后才登场，